现在快高兴了，我们来点喽！啊，又抓又轰炸，我给我炸的！好好演，你要胡子。他叫菲欧娜嘛，是一个餐厅的女老板，我是他的大厨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的外甥女，外甥，对，等一下，你没有交代我跟你的关系啊，就是我只是你的老板而已嘛，你就是老板而已，能有他追了他17年，你17年，爱我爱这么久，你为什么不讲？在里面我也讲了一个心里话，我追17年一直没有追到他，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说，各位，他这有这么难追？对，你知道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，重点是全部的人哦，大笑加拍手。这是我的心里话。他那一句，因为台词没有这一句，但是我是你自己加的。我当时看剧本，我说怎么会这么难追？我就想不可能。谁能演技王换边发球？他们要吃的是什么呢？笋丝，正常的笋丝，日常的。两个是加了醋精的笋丝。哦，醋精哦，我会建议的，先看娘娘。先看娘娘，因为娘娘她就是个指标，就你，我吗？伊莎贝，伊莎贝娘娘，我要锅子啦，所以要赶快认真演啊，没有磨的，对对对，包的，好好给我做哦，现在快高兴了，我们来点喽，啊，又抓又轰炸，我给我炸的，气死了，你什么东西？要吃哦。我已经知道味道了，不行啊，要整个吃下去啊！电视节目可以骂脏话，消音，电视节目可以骂脏话，消音。我要怎样才能得到锅子啦？就不要猜到就好了，赶快下一个该谁？好了，佳谦，来。那家怎么鬼当黑呀？什么头发？我呀，下次要讲什么？要吃碗哦，好吓人哦。嗯，酸到想要尿尿的那种酸，酸到想要尿尿的那种酸。二B 来，好吃到不行，不知道怎么演来。是很想尿尿，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！哇靠！哇，是不是？他疯了！猜是哪一位？怎么三个都这么迷惘呢？对呀，要讨论呢。我觉得艾尔 B 竟然吃到，这我很意外。嗯，那他如果吃到的话，那应该就是。反正演得很好，是吗？演得很好。我觉得娘娘知道正常的。8、7、6，我觉得啦，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maybe 他们可能之前先设定好他要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他可以在鼻子前面闻很久。哦，我也是偏向娘娘。三个猜猜，你加点酒，好不好？好，输了去吃，输了去吃，这样比较公平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不，哎，去了，好公平啊！我干嘛提议这事？那你觉得是谁？对，是谁？娘娘。娘娘或娘娘或。他说娘娘或嘉谦，对，娘娘或嘉谦。对啊，那你决定了。丢桌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要吃吗？答对了吗？答对了。吃的，演超好的，他演的不错啊，演的真的不错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不好吃啦，我是真的。你答对了，我答对，我以为是嘉谦姐。你也是嘉谦的？对啊，他真的很难吃。
刚试吃的时候，他没有骂脏话。你说闻的时候吗？而且他闻很久，都没有办法闻那么久，这没办法闻，好酸哦。你闻看，你闻就知道。没有，这就正常。所以他们赢了，对，他们赢了。锅子呢？锅子没有了，我们的。你演的对啊，我一直以为嘉欣姐吃到是正常的，没有，我是真的没有演。我第一次就以为她吃到了，我以为她是吃到酸的。我也是，可是看你的表演之后完蛋了。对，我也是，觉得应该是她。哎，那不好，在录影，在录影。我们在赛后检讨啊。我们不能聚餐一下吗？聊聊天吗？